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2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对双方都很好的贸易协定。特朗普不急于跟金正恩达成去核化协议，称平壤不实施核试验，美国就会开心。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王林清央视认罪难服众，崔永元为何至今不发声？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对双方都很好的贸易协定。特朗普星期天晚上在白宫举行的州长酒会上说，美中贸易协定会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而我们真的非常接近达成这项协定。特朗普当天稍早发表推文说呢，他准备推迟向中国进口产品施加新的征税，理由呢是过去几天的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同日也发布消息说，中美第七轮经贸高级别磋商星期天结束，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这则消息说，中美贸易谈判越到最后阶段越艰难，不排除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美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怀疑两国能够就解决结构性贸易问题达成持久与实质性的协议。特朗普政府早前呢曾表示，如果双方不能在两国元首去年12月1号会晤后的90天内达成协议，美国将从3月2号凌晨开始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英国负责网络安全的主管星期一警告说，中国在国际网络通讯领域的主导地位会在今后几十年里构成安全威胁。随着 5G 网络建设正在世界各地展开，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等中国公司的设备从事间谍活动。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警告说，西方国家必须清楚中国公司所构成的挑战。他说，中国在科技全球化时代所构成的战略挑战远远大于某一个通讯设备公司所构成的威胁。弗莱明在新加坡一个国际网络安全会议上说，英国过去两年来遭受了1100起网络攻击，其中一半呢是中国和俄罗斯背后操纵的。美国一直敦促盟国不要在 5G 建设中使用华为的设备。在中国有影响的基督教会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去年12月遭到当局重拳打压之后，教会教友及家人近期继续受到骚扰、监控和被逼迁等等。秋雨圣约教会星期天在脸书上发布第27号紧急代祷信，指被以煽颠罪逮捕的教会牧师王怡74岁的母亲呢，2月24号早晨外出，成都汪家拐派出所警察打伤。消息称，王怡牧师的母亲在银行取款，警察上前偷看密码被拒绝，便开始辱骂、撕扯老人的头发。银行保安制止时，该警察大声呵斥是在执法，并继续殴打和脚踢老人。去年世界人权日前夕的12月9号，秋雨圣约教会遭当局大规模搜捕，王怡牧师夫妇等教会100多名信徒被带走。当局12月14号宣布取缔该教会。该教会1月15号统计呢，教会遭刑拘22人，其中有8人取保候审，14位仍在关押中，另有行政拘留的7位仍在关押中，还有1位教友长期失联。此外，王怡牧师夫妇的律师曾2度要求会见和转交信件，都遭国保拒绝。秋雨圣约教会事件是中国政府近年打压教会最严厉的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启程前往越南，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特朗普与金正恩计划星期3和星期4在河内会晤，希望推进陷入僵局的去核化谈判。首尔和华盛顿官员们说，在第二次特金会上，朝鲜可能会答应让国际核查员进入宁边核设施，以换取美国宣布正式终止1950年代开始的朝鲜战争。
韩国政府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本周首脑会晤时有可能就中战宣言达成一致。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访问时指出，台湾呢具有防卫中国第一波攻击的能力。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更指出，台湾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但是不会做出第一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永泰你好。永泰你好。许波你好。嗯，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呢，如何看待两岸目前的形势，以及台湾将如何因应中国不断增长的这样一个军事威胁呢？永泰。好的，尤其是在这个蔡英文总统啊接受CNN访问之后，特别提到了就是台湾呢随时在戒备中国可能的攻击啊，那不禁让外界质疑两岸目前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对峙的情况是不是有这个升高的这个态势啊。不过呢，严德发部长今天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特别表示说，根据台湾军方这里的这个侦测结果啊，目前共军呢是属于这个常态的这个情况，并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啊。那么至于在这个到底要如何因应，那么就是中国大陆方面军力越来越增长对台湾所造成的威胁，严德发今天也特别表示说，不会和中国大陆来进行军备竞赛啊。那么他还特别说，台湾现在的最主要的这个因应的这个做法呢，就是说，也就是台湾的这个国家战略是防卫固守、有效吓阻啊。那尤其是这个有效吓阻方面，就是要把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导弹反导这些能力啊，那么加以提升，那么让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威胁呢，能够尽量能够给予这个非常大的吓阻的这个力量啊。他特别提到就是不对称的这个战力啊，也就是说台湾现在发展的是一种，就是说要灵活而且要便宜有效率啊，能够大量生产这样的一个武器呢，那么来和中国大陆抗衡。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有关于这个军队的人数还有武器的这个数量等等，台湾都远远不及于中国大陆，所以现在所走的这个不对称战力呢，希望能够对中国大陆产生一定的吓阻力量，让共军了解如果要攻打台湾的话将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徐波。嗯，好的。那么对于两岸如果发生了军事冲突，美国是否会出兵援助，对于这个问题台湾立法委员都有什么看法呢？对，尤其是这个蔡英文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啊，特别提到说台湾具有防卫中国第一波攻击的这个能力啊，但是也希望那么世界其他的国家能够站出来。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在这个对美国提出这个呼吁啊？那么我们也都知道，美国是台湾可以说是唯一那么提供这个军售武器的这个国家啊。因此，就是美国会不会在台湾遭受攻击的时候提出这个援助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像今天的这个质询会议当中啊，那么在野党国民党的立委江启臣他特别表示说，就他的这个观察啊，那么美国单除了国会之外啊，美国的行政部门呢，不断的这个重申啊，就是说从过去的小布什总统一直到现在的这个特朗普总统，都表示说不支持台独啊。那么他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立场，能够提醒这个蔡英文政府啊。那么江启臣他特别提到说，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解放军也特别表示了，就是攻打台湾的条件啊，包括就是说台湾宣布独立，还有就是台湾出现内乱以及这个外部势力介入等等这些情况。因此呢，也就是说，他对于美国是否会提供这个援助，他觉得美国一定会有这个一个政治判断，也就是说美国一定会基于这个就是说不会是一个只是一个情感上的协助，而是一个比较客观政治上的判断。那对于这样的这个说法呢，严德发也特别表示了，他说有关于这个如果两岸开战的话，美国是否会提供援助啊，他觉得美国政府会考虑整体的这个区域的情势还有美国自身的利益。许波。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我们的题目是王林清央视认罪难服众，崔永元为何至今不发声。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我是樊东瀛，我是叶博弈，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事件出现惊天大反转，中共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称，卷宗失踪呢系举报此案的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所为，被认定涉嫌犯罪的王林清随即央视认罪，而揭露此案的民间所谓正义化身崔永元则音讯全无，网上盛传他已经受到控制。联合调查结果为何引发疑点重重的质疑？为什么王林清央视认罪难以服众？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能否咸鱼翻身？下一个央视认罪的会不会就是崔永元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邀请嘉宾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你好，大家好。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呢，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最高法的这个卷宗失踪案情呢，这个出现了大逆转。有人形容哈、被雷的是外焦里嫩，目瞪口呆。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曾说过这个结果呢荒谬绝伦，这是为什么？我想这个结果荒谬绝伦，至少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王林清的电视认罪。按照这个认罪，那是王林清自己偷了卷宗，自己报案，自己查监控，然后自己做视频证清白，最后呢可是又自己承认是贼喊捉贼，是监守自盗啊。那折腾这么半天，到头来就是为了把自己送到监狱里去啊。那这种说法实在太荒谬，没有任何说服力。关于这个问题呢，很多网友已经发表了很多评论，可以说是把他的荒谬是揭露的这个非常透彻，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另外一个荒谬之处呢，那就是按照新版的剧情，他也不但不能解释王林清此前的行动，而且他也不能解释此前最高法的反应。当事情刚出的时候，这个最高法是否认他有卷宗丢失，等到后来崔永元又进一步爆料，包括爆出这个案件那个附卷的一些材料的时候，这个最高法又改了口，说是称说这情况都是属实，内容属实，表示要进一步启动调查等等，可是按照新的这个调查报告呢，那对最高法在处理这个案件的做法是基本上给予了肯定。那么你怎么解释此前这个最高法的这两次很奇怪的反应呢？那这点也是很荒谬的。不过我认为整个剧情发生这么大的逆转，这件事本身倒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我们可以反过来说，这个剧情不逆转倒是就是很难想象的了。道理很简单，这次王林清、崔永元利用网络爆料矛头直指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显然背后有着非常强大的政治后台。那么党内高层这么一派人就假借
下面的人用爆料这种方式就可以直接扳倒一个副国级的高级官员，这种做法势必引起高层官员的普遍的惶惶不安，感到人人自危，他们就认为这种做法是断然这此风断不可长，这是坏了规矩啊，这样子一来呢，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就联手要起来反对啊，这么一来呢就迫使幕后支持王林清、崔永元这一派高层的势力不得不做出让步，那才来了个急刹车，因为刹车来得太急，所以有车上有的人呢免不了就东倒西歪，弄得碰得鼻青脸肿，看起来就很不成体统，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就这个显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触犯了高层其他官场不同派别人的共同利益，因为这如果一派人可以用这种方法就爆料，就把这位居非常高层的人去打倒的话，那这种事情那么高层其他人当然觉得绝对不能接受，所以他们会一起起来反对，这可以说这件事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前些天一定是在高层内部发生了很激烈的这个权力斗争，那些反对的一派他们联手阻击，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好的，那么联合调查组的这个调查结果呢确实让人感到惊诧不已，不过呢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发表评论说，联合调查组发布这个信息呢，用充分的事实、确实的证据、详尽的过程，将整个问题的原貌客观真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任何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都会由衷信服。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对此有何感想？让您感到由衷信服了吗？反正我呢，就是我自认为啊，我是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所以呢，就是当这个柜台提出来要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不太情愿这个趟这个浑水。这就跟那个上一次讨论这个也是这个崔永元的爆料的那个话题，那次可能是讲这个关于明星偷漏税的这个案子。那这一次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案情是不是现在就算终局了呢？这个所有的事实是不是都搞清楚了呢？现在谁也不敢说。就案情在未来会不会还要有出现新的进展或者是逆转呢？这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评论这个案子呢，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砸自己的牌子，所以据此呢，我就对这个话题啊，我就不是很喜欢。但是呢，我也想过，就是正好轮到周一，我们也没别的话题，好像排来排去，我就撂下要说这个话题。所以呢，我事先呢也做了不少功课，我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我做好了准备，但是呢我心里又不情愿说，可是呢也不得不说，因为当然美国之音这个他有一句这个非常经典的话，就是嘉宾的言论是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那就必定是代表嘉宾的立场，可是嘉宾又不想预设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评论是非常困难。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个案子确实很案情非常的狗血，就闹到今天这个程度，这个，无论是网上还是法律界，大家还是包括一些普通的围观者，大家都目瞪口呆，不知道这是怎么一个事儿，为什么会出来这么一个状况，有点是这个我觉得将来啊，肯定这个案子要写进历史的，这是肯定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如果说要排四大奇案，起码现在，我觉得可数的已经有三个，一个是那呼格吉勒的那个案子，就内蒙那个，这是报案人最后，这个就被指是杀人犯，最后被处决了。这是一个，
奇案，第二个奇案就是高莹莹这个案子。啊，这个这个女孩子跳楼死了，她的父亲拿了一个裤衩，这个作为证据，就是证明高莹莹可能被人强奸了。最后司法鉴定的结果说，那裤衩上的精斑就是高莹莹父亲自己的。啊，这也是一个报案，就是说，哎，提出证据，最后哎，突然案情也逆转。所以已经有了两个逆转的先例来看，而且这都是很多年的事情了，都是陈年积案，你就可见中国的司法有多么的奇葩。所以现在现在这种奇葩，这一次的奇葩开到了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空前绝后了。未必绝后，也许我们还有。一个是网友听众也能补充，也许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案情未必到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终局，因为这个案件啊，我自己觉得，我事先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既不能够站在这个所谓联合调查组的这个报告这个立场上，我也不能站在这个被调查者的立场。啊，具体到这个矿权这个案子啊，就是这个凯奇莱这个案子来讲，我也绝不能够一站在原告一方或者站在被告一方。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案情太奇怪了。嗯。就是说，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其实胡军先生已经点出来了，就是这个案子涉及到了巨大的利益。可能也涉及到了不止一派的官员，嗯，啊，有人也分析说，这个可能是有地方的陕西本地的官员，也有空降下来的官员，可能这中间有博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凡是跟陕西有关的这些事情，啊，也就是说跟最高领导人的家乡这个省有关的事情，嗯，啊，我们看秦岭那个案子。他是批了多少次，最后呢，终于如愿了，啊，把秦岭的别墅都拆了，说明我觉得最高领导人他也是经常关注他的家乡发生的事情。嗯，但是这一次啊，大家一直在猜，说小崔的后台到底是谁，然后这个周强院长是属于党内的哪个派系，然后他背后又是谁？反正各种的猜想都有，嗯，所以我又想起当年这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这个杨乃武小白菜案，最后怎么翻的案？最后是浙江籍的京官联名向这个慈禧太后去上书，啊，去这个最后把这案子给扭过来了，嗯，说明我觉得这中间可能围绕着这个。诉讼标的物的巨大博弈，牵动了官场的非常多的人，啊，或者是各个派系。然后呢，现在的焦点在于，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发酵甚至爆炸的话，可能会炸翻这个官场，炸死一大波人。所以现在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狗血出来。就是说，这种博弈现在已经是没有底线了。我的看法暂时就说这么多了。好的，那么让舆论感到大哗的，看来不仅仅呢是这个案情啊，这个情节离奇、逻辑费解，而且呢，许多法律专家质疑联合调查这个程序是不是合法。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由中央政法委牵头组织联合调查，这在程序上有什么问题吗？这在程序上当然大有问题。首先就根本没有这个程序，你看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一些相关的法律和中央的文件，哪一条规定了遇到这种事情应该由中央政法委牵头搞这么一大堆组织搞这么个调查呢？没有任何这种明文的规定，所以它本身就没有这个程序。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在微博里就说联合调查组得出这个结论应该是最权威的。他说：“我记不得中国此前
为这么一个具体的案子搞过如此阵容的联合调查组，这等于也就是承认这种事也是没有先例的。嗯，你凡是第一没有明文规定的程序，二没有先例，那当然是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的。嗯，那么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显然是中共领导下中国的一个老问题，那也就是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对于中共来说呢，好像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由政法委组织的这个调查审查最高法院的判决，难怪北大法学教授啊贺伟芳有一句这个评论，他说现在我才知道啊，原来最高法院之上还有更高法院。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有什么见解呢？这次看了一下这个调查报告啊，是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参加的这个联合调查组。那这个联合调查组的法律地位是什么？这是不清楚的。然后最高法院的法律地位应该是清晰的，现在变模糊了。就是说啊，这个也就是贺伟芳教授讲的，这个原来还有更高法院，而你这更高法院你是什么呢？也不是，中国也没有宪法法院，啊，也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对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发生的一些事情做出评判。可是你看这个调查报告呢，它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判决，比如说这个。联合勘探这个凯捷莱公司和和那个研究所的这个联合勘探，他做了评论，认为这个判决是公正啊，但是这个也可能有一定的瑕疵。他对于另一个案子，就是也是这个王立军法官涉及到的另一个案子，他也做了这个评判啊。这个就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联合调查组要对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做出点评，或者是这个判断它的正确与否，他们这个是不是算干预司法，是不是有这个权利这么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基本事实现在可能没办法抹杀，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周强院长、什么西小明副院长对这个案子的这个批示据说是这个泄露了国家机密了。但是我们老百姓一看这些机密，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个院长和副院长都在这个通过什么一位分委的手来干预这个审判的过程。所以那也就是崔永元所指责的，说这个是未审先判啊，因为他明确的指示要怎么判怎么判。嗯，这个呢在这个王林清的这个公开信里他也描述了这个过程。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个事儿是坐实了的，就甭管你他通过什么手段啊，把这个当时的批示公开出来，但在公众看来，就这个事儿，肯定这个周强院长、小明这个已经被判了刑的这个涉及贪腐的副院长都做了批示，所以这个由此我们也知道了中国的司法审判的一个过程的细节。而且这个细节是非常经典的，是最高法院的院长在那做指示。嗯，所以这个是以前老百姓看不到的东西，这一次呢看到了。嗯，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也可以引发思考的，就是说，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问题其实以前我们讨论过，就是福山。这个贵国的这个政治学，权威，这个库亚马就是福山教授，嗯，和这个王岐山先生的这个对话，这个对话里头，
吴山提出来说，中国是否能够落实是还有司法独立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王岐山就断言说行不，他说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嗯，但宪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写的嘛，总统、国会外还有宪法，啊，宪法应该有神圣性，但它不是神，是公众的法。实际上我觉得最关键的一句还是党的领导，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这是从最高法院内部这个被披露出来的他们这个审判的一些细节，以及这个联合调查组所做的这个调查报告结论，都证明了一点，就是说党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啊。但是呢，这个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原来党领导的这个司法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以前我们可能不清楚的，现在我们更清楚了，谢谢。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啊，网友、听众、观众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意见。刘华奎罗克，刘华奎罗克，他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全体人民意愿的体现，而政党只是全体人民中的一部分，政治观点一致的团体。党大于法就是没有法，就是一个团体的意愿凌驾于全体人民意愿之上。周强就是强调党大于法的人，他就不可能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周是习的帮凶，是习的打手，习是不会整治自己人的。” Alex 王，他说：“不论崔永元有没有后台，都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也不妨碍他做正确的事情。”午夜星空 SZ， 从多年前抓到香港的书商开始呢，中国就进入了无法无天的时代，崔永元被晋升就可以想象成正常的现象，至于他今后会怎么样，还能不能发生，都是未知数。现在看来，崔当时说的我的后台吓死你们很搞笑，旁人以为他来头很大，却不知是无轻无重，无知轻重，拉大旗以吓唬别人。看来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们对崔永元在这个案件中的这个角色和作用很感兴趣，我们来谈谈崔永元。这个最高法院卷宗丢失这个案呢，是崔永元揭发出来的，我们由此就不能不说说这个崔永元的现象。自从范冰冰、冯小刚等影视界乱象被揭发以来呢，崔永元好像就成为了民间的正义化身。那么这一次有人说他恐怕会栽了，有人说他弄的是一地鸡毛。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如果王林清被定性为涉嫌犯罪，那么崔永元会受到多大程度的牵连呢？崔永元多少会被算成共犯，因为他协助在网上发布，按照这个中国的刑法，故意泄露国家机密、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要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以判处7年以下的徒刑。那看起来呢，崔永元恐怕也很难那个很难逃脱。到现在为止，我们崔永元下落都不清楚。据说呢，好像还没有，至少还没有被抓。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电视上，更没有看到在电视上认罪。但是他确实已经销声，就是虽然没有匿迹，但是确实已经销声。那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要听到崔永元的声音，大概是相当相当的困难了。嗯，那么这里也就像很多网友谈到，我们原来也讲到过，我们对崔永元怎么评价，这个人怎么评价是一回事情，对他爆料这件事情怎么评价是另外一回事情。另外，对事情的评价也是以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做一种客观的研判，这是一回事情，这个和我们的价值观念没有太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那就出于我们的价值观对这个事情进行一种道德的、政治上的褒贬，这是另外一层意思。我想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注意做这么一些区分。千亿矿产案的这个当事人赵发奇，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从来就没有人来了解过、调查过这个案件，我举报陕西省委书记都好几个了。我们最大的背景就是崔永元，他把这事儿捅开了，形成了舆论，中央才出面，不然谁管我啊？那么由此可见，
崔永元他这个人的能量。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崔永元现象？有人说下一个央视认罪的人可能就是小崔，您相信这一点吗？那个小崔这个人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啊觉得挺可爱的，这个虽然我也没跟他打过什么交道啊，但是呢在网上打个招呼啊，然后互粉一下，这个过去也做过。然后这个赵八七先生呢，他也给我在推特上发私信，希望关注这个案子。但是呢，很可惜，我对这个案子当时我这关注不够，出于不趟浑水的这么一种这个想法，我没有足够的关注。我只是到了准备咱们就是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嗯，我才集中的去看这个相关的所有的这些资讯，把这个来龙去脉梳理了一下。我想赵八奇先生他也不是像普通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可能也是一个钱粮，就是说他在背后至少他应该有这个巨大的利益，否则他一个人他不可能在这么多年的十来年的时间里头去这个检举了好几个省委书记，然后把官司能打到最高法院，所以我觉得这个赵先生肯定也不简单。嗯，当然了，之后他也是兵行险招，就是说把这个事儿用这个让崔永元把这个事儿捅开，形成这个社会舆论。那么这个呢，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作为这个他们的这个案件运作中的一部分，也毕竟就是说王林清法官他也有违规的地方，所以当时我在随意就是说在这过程中我观察，一个就是说王林清法官他跟这个当事人私下有来往，然后呢也一起做了就是有关的这个案件的一些运作的事情，这个呢从法官来讲肯定是越界了的。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案子本身它所牵扯的利益那是一个惊天的利益所以这么大的利益之下，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可能这个赵先生，当然我冒昧的讲，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他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他也可能就是一个钱粮，在他背后也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这个力量在支撑，或者是一个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的背后可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博弈，嗯，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他说最大的背景就是崔永元，我想小崔背后这个以前我们也谈过，对，我说小崔这个他在网上掀动的这个这个舆论呢，他转移了不少话题，当然上一次的主要是舆论圈的话题，然后他也为国库呢这个增加了不少的收入，这个税收还追回了好些钱，所以他对于这个体制来讲，可能小崔是一个双刃剑，把它用好了，为体制所用，可能呢他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他把这个事情变得不可控制了或者是坏了规矩了就是刚才胡斌先生说的怎么一个就是一个明星式的人物吧，他能够搅动这么大的舆论场，嗯，然后呢把官员掀翻，而且这次他要引爆的事情真是一个惊天大案，很可能就是这个轰塌这个架构中间的一个重要的比如说一个角，或者是引发那种官场的地震和塌方，那死伤可就不是一个半个的事儿。嗯，所以小崔他威胁说，他说他有一抽屉的材料，我想很多人都是
这个夜里都睡不着觉。嗯，必欲取的这个灭之而后快，所以这次呢，小崔可能在这个案子上，如果他真的失手的话，那后头可能这个确实愈后很难说。嗯，但是呢，也不排除有一点，就是我们还要接着看的一个看点，就是如果小崔不被处理的，那这个后头就说明小崔确实真有背景啊。那么这个而且呢，双方这种博弈可能还会持续。嗯，我们还也许还有这个还有第二季可看啊。这个我说到这儿。好的，大量的网评啊，大量的网评集中在崔永元身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吧。这个加尼真他说，崔永元维权爆料事件惹得中共沦陷区某些人狗咬狗一嘴毛，事件呢从娱乐圈开启到最高法丢失卷宗案，搞得中共少数既得利益者鸡飞狗跳，最终得益的是习近平的银仓，中共的国库，普通老百姓不过是看客而已。崔永元一开始可能是某些人的棋子，到后来就变成了弃子，这就是中共一直以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戏法。拒绝洗脑。这位网友说，他说中国现在就很畸形，老百姓的愤怒没有用，没影响，有能力有影响的都忙着赚钱，好不然容易出来王林清、崔永元这种人，一个已经被认罪，现在呢只希望崔老师不要出什么事情。China half free， 他说崔永元和习近平互相利用，砸烂公检法，炮打司令部之后，中共感觉有文革的倾向，当然就会压制崔。最后还有 Choi Chow Bong， 他说小崔啊被控制的可能性很高，小崔如果出来认罪了，那这个国家就彻底完蛋了，没有任何希望了。那么我们看到对崔永元的评论也是两极，什么观点都有。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这个最高法卷宗失窃这个案呢引发如此大的舆论风波？一位网友呢就说得好啊，他说王林清的事儿啊，真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做事儿的人呢应该想一想，为什么现在你们说什么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呢？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您怎么看中国法律及中共当局的这个公信力？其实中国的法律没有公信力，中共当局没有公信力，这个是人所众所周知的。就谈到尤其是谈到法律，那么所谓中国是党大于法，这个也是人都知道的。就有个笑话嘛，就讲的是一个怕老婆的人，人家问他你们家的事儿谁做主，是你说了算呢还是你老婆说了算，他就说我们俩意见一致的时候我说了算，我做主，我们俩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是我老婆说了算。那在中国呢，党和法律就是这个关系，党的意志和法律一致的时候那是按法律办，党的意志和法律不一致的时候就是按照党的意志办，这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另外谈到法治，我们也都知道有这个，因为中文都叫法治，其实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制度的制，这个英文就是 rule by law，另外一个法治的治呢是治理的治，英文就是 rule of law。 那么后一种的意思呢，它是首先表示要限制政府的权利，政府要守法，而头一种法治也就是 rule by law， 那主要就是统治者把法律当成一种工具，当成一种手段来统治人民。那中共所谈的法治当然属于这一种，它这点上和中国古代的法家呀就比较类似，和这个纳粹法西斯啊都比较类似。但再说起来呢，其实中共的这种法治啊，就连古代法家都不如。嗯，人家法家包括那个纳粹德国法西斯啊，人家至少在执法的时候还是比较严格的啊。那你说狗抓狗熊就是抓狗熊，你把兔子抓了，他查清你不是狗熊，他就会把你放了。嗯，而这个中共的做法呢，就是明明说是抓狗熊，结果抓了个兔子，到头来还得让兔子在电视上认罪，承认他自己是狗熊。所以这一点它是这个中共法治和别的这个和古代法家都不能相比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就按照就是原来毛泽东讲的话了，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个才是中共的这个这个他的所谓法律的这个一个实质。你看看这么多年来近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维权运动，100%至少95%以上吧，都是依法维权，都是说因为当局不执行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哪怕这些法律本身就很恶劣，问题是他们连他们自己政府都不遵守，所以维权运动本身就说明这个中国的这个法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里头呢，当然你再想起，我再想起就是不久前吧，《纽约时报》不是发表了一篇 David Brooks 的文章，谈就谈中国的崛起怎么对这个世界构成这个威胁挑战，其中引用了一些这个很权威的民意调查，就这个民意调查就显示，世界各国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的就是中国，据说这是民意调查。可是我们只要回到一个具体问题上来，就拿这次王林清的这个电视认罪，你要问一问中国的老百姓有谁相信，嗯，我相信这个数目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呢，这里反映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王林清的一个问题，其实反映出中国老百姓他们是普遍的对中国的法律不信任，对中共当局是不信任，这一点我觉得是通过这件事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他肯定联合调查呢是应该是最权威。我不记得此前啊，中国有为一个这么具体的案子搞过如此阵容的联合调查组。但是他也承认，他说这件事还值得另一个角度的反思。为什么王林清撒谎能够掀起这么大的波澜？我认为根子在官方的公信力整体不足。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胡锡进的话？为什么中国许多人不信法律，信小崔呢？这个胡锡进先生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啊。这个过去我们是经常骂他，但是这个我呢也是不止一次表示出对他的欣赏，就对他的这种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高级黑的这种欣赏，他总能点出一些话题来。嗯，就这些话题从胡锡进的嘴里点出来以后，这个他的这种效果啊，他是就是说不但在老百姓啊网民中间，而且在官场也会有效应。所以呢，当然一方面可以说那个胡锡进可能真是一个党的忠臣，就大家骂他什么雕盘犬呢什么，甭管是什么吧，反正这个官方有动作他一定会出来做一番解读。但这番解读呢，有时候是有时候他可能昧着良心说的，但有时候他说的真是实话。嗯，我觉得这次他讲的还是这个属于那个实话，或者说属于高级黑。嗯，为什么呢？这个他讲到了一个这个官方公信力整体不足的问题。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谈到的这个塔西佗陷阱，就因为你这个政府不断的做这些个自己导自己这个公信力的事情，到头来就是你哪怕想做好事，这个公众也不信。就是一句话，你政府正着干反着干，反正大家都不信。那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状况。现在所以我说，我们不预设立场的话，当然也包括就是说也可能这个调查组的报告是真的呢但是老百姓不信。为什么呢？这个你这里头有好些逻辑也不通，而且出于习惯，他首先是老百姓先是质疑，他们是不是又撒谎了，又来糊弄我们了，又来忽悠我们。所以呢，从这个呢，可能就推导出一个，就是说，这个公信力不足是或者是公信力倒塌，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然后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在我看就是。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案件案情的逆转，令公众进一步对这个依法治国失去信心。嗯，这个可能是对中国所谓这个
领导人倡导的依法治国是一个重大打击啊。那么这个刚才侯冰先生也讲到了那个 rule of law 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当时其实这也是福山向这个向王岐山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嗯啊，他谈到的就是说呢，这个西方的法律精神来源于宗教，所以呢，这个在法律面前是大家人人平等，就统治者、被统治者，在神或者在法律面前是人平等，它是一种源于宗教精神的这个法律统治。嗯，啊，这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啊，他是这样一个观点，他希望中国也能这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传统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西方它这种等于是法权是神授的，我们这个中国是君权神授，所以呢，这个君主啊，他口含天宪，代天临民。那这种情况下，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执政党它实际上是集体的君主。但是在党外而言，就是哎，还有一尊之核心，嗯，所以现在有可能是一尊之核心还没有立起来，然后呢，但是呢，官场作为集体之君主，啊，实际上在抵制这个一尊之核心，嗯，这有可能是，对这个今天这个案件的一种解读，嗯，就是说现在这个博弈可能还没有结束，这个领导人他可能想通过一些事件啊，比如说对这个贪腐官吏的惩处啊，等等，甭管是有选择的反腐还是无选择的反腐，但是呢，他在立威，他要有一言九鼎的权利，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嗯，所以呢，才会出现一些剧情反转的这个故事，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这个去看戏的啊，也许还有这样的幸运。好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评啊，我这样，我选一些呢，就是初次给我们啊这个写网评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网友朋友们啊，方江，他说认罪示众侮辱民众智商，本世纪最大的荒诞剧，可见强国的司法有多么堕落。林。他说主导王林清电视认罪事件的有关部门根本就不在意中国大陆民众是否相信所谓的调查结果，不信你不问你信不信，就问你服不服，这很中国。他说作为中国人，我表示对王的认罪我一点都不惊讶，中共统治下什么样的荒唐事都是可以接受不可理解的。强拆强，他说王林清案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呢，就是赵高们用了指鹿为马这样如此拙劣的结果来搪塞民众，而习皇帝竟然没有看出来拙劣，这就是一个试金石，试出了习的智商，今后赵高们可以肆无忌惮，习朝纲必乱，自由博爱。他说崔永元呢只是上了贼船的一员，中共各方势力博弈的一个棋子，很多中国人民还把正义赋予崔永元正义，可见国人有多么愚蠢。好，我就暂时念到这，因为我们时间剩下的已经不多了，给嘉宾们更多一点时间吧。这个千亿矿权案呢是一个旧案，其中显然牵扯到许多官员贪腐丑闻和这个利益纠纷，据说认真查处起来呢，连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也难逃干系。这里边的背景，我请胡先生啊，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内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很多人都说赵乐际难逃干系，不过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当年赵乐际在陕西当省委书记，明摆着是为了以后进入中央做一个过渡，做一个铺垫。所以在这个位置上他会避免卷入一些麻烦，包括卷入贪腐，以免影响他的锦绣前程。你要说赵乐际是这次崔永元王林行爆料的后台，我倒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啊。那么谈到上层斗争呢，我当然知道非常有限，
但我敢断定的是，就在前段时间，上层发生了很激烈的权力斗争，才会出现这种剧情的这种大逆转。而这里呢，这个造成逆转的这个力量，并不是都是所谓周强这一派，他们反对的是那一派人假借这个下面人爆料，用这种方式就可以直接搬到副国级的高官员。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会造成上面的人人自危，就犯了众怒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联手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你想，过去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反腐败其实他啃的一个硬骨头就是周永康这个案子，因为薄熙来是在胡温时代就垮台的，而周永康有个刑部上常委，本来他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王岐山他们就采取的所谓，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叫剪群编的战术，就是你不能说周永康，我说你周围的人行不行啊，说你的部下啊，说你的亲属啊，等到后来啊，周永康下边的人啊一个个都大张旗鼓的被审讯了，那么周永康姐就呼之欲出，想保也保不住了。所以等到周永康被判刑之后，那中纪委的网站接连出了好几篇文章，虽然出现在中纪委网站上，其实矛头直指中纪委本身。他这个网站文章就说的就是说，纪委的某些同志采取这些做法，就什么啊，这个搞先斩后奏，搞倒逼，那是指的就这个问题嘛。我们上头没打主意要整谁的，你们通过别的方式啊，你们先就造成这么一种状态，使得到后来我们不整不行，那这种做法是绝对不许可的。可是过去呢，这个习王用这种方式就成功的打倒了这个周永康，这个从而造成了他的一个极高的权力。那现在这次他也是这个问题啊，那些人反感的是这点啊，你用下边的人爆料这种方式，就迫使上边的人到后来，你看前段时间已经出现这种趋势了，大家都认为周强肯定要垮台了，保不住了，那就靠下面的人爆料就可以把个副国级的人给扳倒。如果这种事都这么干起来，那还得了？所以这从上面官场的角度看来，他觉得这种方式不能容忍，所以才出现这个今天这个局面。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点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判断，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至于这段哪一方是谁是谁是在哪一方，谁是谁是哪一方，那么现在这个下面还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知道的非常有限了。副国级官员、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他原本呢已经深陷这个此案的舆论漩涡，已成为咸鱼了。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王林清的央视认罪会让这位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绝对领导的最高法院院长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吗？对不起，张先生，您只有半分钟的时间了。反正央视认罪，我觉得公众舆论都不认同。然后这个周强院长可能暂时这个不至于被煮掉，但是不保证以后就能够彻底的这个摆脱这个案件的困扰。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今后高层的下一步的博弈，所以我不认为他就一定有咸鱼翻身的机会。我觉得也可能还会有人继续撕咬他，是我的一个大体的观察。谢谢。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推迟加征关税是美中双赢还是相互妥协？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